给大家穿啊，我就是然后就考虑，肤色刚刚我一上来穿的就是肤色，然后就哇，这款有看到闪光给主播扣扣一好不好？给主播扣扣一好不好啊？谢谢各位宝贝啊！来看一下，对，这一款就真的很闪啊，因为这一款肯定是最闪最闪。我说的这一款就是颜色越浅，它的闪就越明显。不闪的话，我就不会给大家说介绍这一款啊，是因为它真的闪，所以才给大家介绍这一款的。可以看到这个腿上雾蒙蒙的啊，主播是不灵不灵的闪啊。如果有看到闪光的，就好看，可以扣扣一啊，对宝贝啊。非常漂亮，对不对？这一款啊，看这个地方，我手机是非常的明显啊，我手机非常明显，看一下。看啊，这个闪光啊，看到没有？真的不是说不闪，我们就不会介绍给大家啊，我们不会再去夸大其词，对不对？我们燕燕宝贝也看到了啊，就是真的闪啊，不闪我们就说，因为是我们卖，我是老板娘嘛，卖自家产品，不能夸大其词，否则的话就大家会跑，对不对？觉得我好像是一个骗子啊。而且的话，像我这种新开的店铺，绝对是非常真诚的在跟大家在介绍我们家的产品啊，不说在这里夸大其词，就说哎，真的好像很闪啊。其实正面也闪，也闪，是它这个光的问题啊。看一下，真的非常漂亮这一款啊，对，正面、侧面都非常的好，都非常的好。九号肤色，肤色来看看，刚给大家穿过九号肤色了，宝贝啊，九号肤色给大家穿过了，可以看一下回放啊，等会啊，九号肤色给大家穿过肤色，围上。Thank you.
关注我店铺的宝贝啊，要加一下群聊啊，各位宝贝啊，感谢宝宝们的关注，关注我没有优惠券给领的，大家去关注一下主播的店铺啊，我觉得我们才优惠券给了大家啊，非常的实惠，然后跟我们九九华商店也是叠加使用的，也是叠加使用的啊，然后工厂也在加紧给大家出货和发货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在我们保证的时间内啊给大家发货的啊。这一块啊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好，这一块啊，欢迎各位进入直播间的宝贝。直播间穿的是我们家三号链这个荧光色，三号链这个荧光色，跟这个主播整条腿都是在发光的啊。这个就是抱上啊，我们家银河系列的特点啊，大家说剃刀啊，包腰剃刀，然后加了棉刀的设计啊，非常的贴心。这一款脚垫也是透明的，脚垫是透明的。结的就是你关注我们店铺的这个